情 hot pot。 和亲爱的人一起吃饭是生活中最大的仪式感，身在异地不能相见的人在订餐时往往萌生出强烈的思念，我想和你一起吃饭，简单而难以实现的愿望，想一起分享热闹温暖的火锅，想窝在一起谈天说地，想面对面深情凝望，做得到吗？当然可以，欢迎来到我们的 Matching Hotpot。 拼拼火锅的门店遍布每一座城市，距你只有一步之遥，在这里与远方的爱人只有一句暗号的距离。拼拼火锅摒弃了传统枯燥单调的二维码以及序列号配对，改用更有人情味的暗号系统，暗号是独一无二的情话，是你们二人世界里的小秘密。亲爱的，见字如面，见到它就是如此浪漫而简单。 Matching Hotpot， 一同进餐的快乐一半都藏在点菜时的推敲和期待中，给他点他最喜欢的虾滑吧，为他点菜或是请他帮自己点菜，点的也是爱人间的小小心思。而在异地吃着同样的菜品，便仿佛是在吃同一盘菜，推杯让盏之间更缩短了空间的距离。拼拼火锅不只是火锅，为他点上一首歌，这里就是你们专属的音乐空间。想要清吧、KTV 还是迪厅的气氛，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。为他送上一份惊喜礼物，传达心意和祝福。宝贝儿，生日快乐！拼拼火锅是惊喜，是温度，是幸福。Matching Hot Pot， 酒足饭饱，兴尽而归。谁来付款 ？AA 制结账，或是宴请，任君选择。以后我养你哦。更有拼拼特惠，送给所爱隔山海的有心人。拼拼火锅，让思念不再孤单。Matching Hotpot。